好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二，呢个我哋就三十号，而家香港就应该系几多号啊？一号系嘛？十二月一号啊？嗱，佢话香港就一定系，唔系仲未？我哋平时几点录音啫？我哋平时几点录音先？系喎，夜晚黑系啊，這個、8, 9, 八九八点半啊嘛。唉，我都乱晒啦，而家因为你接细路。喂，今日好型喎，一个。道中兵团的呢个前野的发型出现了，齐音头啊，同呢、這个、叫做咩啊？Itter One Class 的男主角一模一样啊，系咩？啊，我呢个冇主动去搞啦、我求其我都话我剪头发不嬲都同一个发型嘅、啊，都成十几廿年，好明显就系、是、啊，冇转发型，讲大话啦！你十几廿年前喺香港。剪噶嘛，而家十几廿年后就喺英国剪噶嘛，英国我都系揾翻香港人剪嘅咋，真系英国我都系揾，系啊，我揾翻香港人剪嘅咋，系啊，哦，啊呢、這个即系唔系，因为你要知道咧，呢度咧剪头发咧有个问题，即系佢呢度好多咩叫 barber shop 啦，咁就系、是、诶，佢、但系佢哋嗰啲剪头发嘅概念同我哋唔同噶，即系譬如佢你入去剪啦，佢问你点样剪啦，佢唔系问你点样剪嘅。佢又問你要佢直接問你，你想剪幾多 cm 啊咁樣啊？彌敦道九號嚟㗎係嘛？唔係，唔係彌敦道九號好似係啊，係咪有間嘢真係叫彌敦道九號？好似喺乜嘢啊？呢個咩啊嘛？沈呢個阿郭文輝啊嘛？哦，行下就入咗你埋去嗰啲啊！哦，你講。你讲你咪审死官啊？系啊，审死官嗰间啊。咁啊，嗱，讲个发型之前咧，就要多谢下啲听众先。Vivian 啊，就永远都系第一个啊，能够啊，即系货金支持我哋嘅，就多谢 Vivian。咁啊 ，Tony Tam 啦，咁亦都系我哋嘅常客啦。Teresa、Amy， 咁咧亦都系我哋嘅一路都系支持者噶啦。咁啊，大家落力支持啦。咁啊，曹总咁新鲜事出就剪咗个新发型，供应俾大家一个叫做谈话嘅题材咁样，越睇越似喎。嗰、那个呢、這个《Itter One Class》嘅男主角叫做乜嘢咧？啊唔记得咗添，个女主角就我记得。啊，大家话俾我听下呢、這个。就系咁嘅样咯，普通正经上嗰啲头都系咁样啦。边有咁多？边有咁多 reference 啫？你睇下你个麦系咪插松咗咧？点解我唔系？因为你个冇声啊喂！啊？咩事啊喂？我个麦冇声，大家听唔听到咧？我就听到你把声，但系就唔系嚟自个麦。我 hold 住先，冇声我呢度，因为冇声。听唔听到啊？听唔听到啊？有冇声啊？我听到，但系就系喺你嗰个嘅，唔系嚟自你个麦啊。嗯？听唔听到大家？听唔听到我讲嘢咧？大家系你个麦有事啊？而家有冇？而家有冇？而家正常翻啦！而家正常翻。头先系冇声啊？系嘛？头先就你个麦入唔到声啊！我就听到你讲嘢、哦，但系就系喺唔喺你个earphone嗰度出嚟嘅。咁好啦，大家听到啦、哦、，OK 啦，哇，虚惊一场。咁啊，今日翻嚟咧，首先讲一讲一单嘅。都幾有趣嘅歷史新聞嚟嘅，呢個會載入史冊嘅。咁大家先睇一睇咧，就係呢個11月29日啊，即係琴日嘅《明報》全版，究竟有乜嘢重大嘅新聞咧？咁樣，琴日噶嘛，噔噔噔噔咁樣，大家就見到啦。咁啊，嗱，我覺得《明報》都而家好快會被視為呢個叫做黑暴報紙啦。咁搞法就本來一度就係成為建制派嘅黃媒啊，點解咧？系啦，呢个黄媒啊，软对抗、消极抵制，咁就一连串嘅呢个咒骂声就会出现噶啦，就勾结外国势力，意图煽动仇恨警察。咁呢个版面就系咩咧？就系、是、当日喺呢个内页啦，唔系头版嚟嘅，其实就系、是、明报啊出现咗呢个全版都系警察犯罪嘅新闻。嗯，大家要 cap 低啦，呢个图真系，即系将来啊，如果有呢个香港。光復紀念館啊，或者博物館出現嘅話咧，就要即係起碼呢一版啊，要攞個相框雙起佢，然後咧就展出嘅。咁啊，但係都未完備啊，佢只有四單啫。其實當日啊，同一日啊，
其實是有五單的，大家看看這個立場新聞的即時新聞就知道了，就在這個警察犯罪，大家看到了，先讀一讀先，因為慎防大家以為我們 發布假新聞。11月29號16點09分一路、由這個一路開始的，其實首先就是退休警司騙600萬房貸罪成囚一年半，需向政府賠償100萬租金收入，這個龍少全隱瞞四年間隱瞞出租單位，然後呃房津600萬。第二，男警認在葵涌警署內屢次來偷拍，就不用坐監，警員只是判入勞教中心。那這位20歲的前男警，我想就是犯法軍事警察，犯法之後就可能離開了，所以叫前男警，都是警察。七月在葵涌警署偷拍，如果不是他是入不到葵涌警署屢次去偷拍的。新手偷拍一名女警如此，受害人多达九名、哦。九名，佢系偷拍群组里边嘅呢个活跃成员嚟嘅。如果我哋以追查呢个孤狼式恐袭嘅精神去追查佢嘅话，应该可以抽出一个庞大嘅警队警署偷拍群组，但系冇啦，好明显。跟住呢个仲好笑啦，35岁男警因为获升职为警长之后压力过大、哦，就盗用同袍的信用卡来去购，先在麦当劳试卡，然后买了三部 iPhone 的 XS， 被控盗窃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等11项罪名，现在未判刑的、啊，这个同僚就个个帮他写信、啊，他是警队模范、啊，大佬不是偷外面人的信用卡、啊，你留意一下、啊，一个就是骗自己人骗政府、啊，嗯，一个就在葵涌屡次警署屡次里面偷拍自己同袍啦。嗯，这位35岁男警长是他自己同袍的信用卡，而同袍帮他求情就说他是警队模范。嗯，好了，模范来的，即是刘俊宁啊，这位啊，这位刘俊宁警长，大家是不是要向他学习呢？如果三十信用卡，是啊，是啊，咁就仲好笑啊！呢、这个前高级督察李士明，就今年5月在荃湾超市偷窃苹果菜及披萨，总值106元，系嘛？咁啊，求情啊，仲好笑啊！退休前任职公务员，金融海啸时亏损，犯案因患有中风搞乱咗，判以罚款处理。嗯，好啦，跟住兆康苑呢个仲大镬，呢、這个就明报里边冇噶啦。屯门兆康苑站昨晚有三人，即是28号，疑因泊车位问题发生打斗，最终酿成命案，其中一名中年男子送院后不治。警方将案件列为误杀案，一男一女被捕。消息指被捕男子为退休警，被捕女子就是在警署洗衣店的东主。咁啊，两公婆都是跟警察有关的，原来又系。嗯。咁我觉得呢个系咪一个即系历史记录呢？真系。我好赞成警务处长萧泽言讲嘅，香港恐袭嘅危机相当之高。你问我，嗯，系嘛？即系而家要全民反恐啊嘛！如果你睇完明报呢日嘅新闻，你咪会觉得香港真系好恐怖。咁啊，我觉得咯，咁啊，就咪话咯，即系你而家阿邓炳强嗰啲，成日话想立呢一个啦，即系以前啦，即系佢仲未做呢一个保安局局长之前，成日话想立呢一个即系辱警罪啊咁样。咁而家咧，即系佢最新嘅讲法就唔净止辱警罪，就叫侮辱公职人员罪。咁啊，想将咧，即系嗱，你唔好话我净系即系呢个警察特权啦，大家都有份嘅。啊，边个侮辱公职人员都唔得。咁但系咧，即系你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即系如果你作为公职人员嚟讲，即系冇人好似警察咧，喂咁拗搞咁多问题。喂，你就係之前咧個阿楊阿阿咪張咩誒嗰個咩林婉儀係嘛？喂，林婉儀一個人墮海，喂你係好奇怪嘅喎，係嚟自四方八面唔同嘅紀律部隊啦，都落井下石嘅，唔係一般市民啊。消防啊嗰啲咯，係啊，被拉嗰啲，消防啊，仲有公務員啊，係啊，係啊，嗰啲全部被勒令停職啊嘛。啊，even 係自己警察內部嘅都有落井下石。即系你谂下呢个咩问题？我唔信阿林婉儀本身嗰个人缘咁差，系纯粹因为而家警察咧嗰个声誉系太差，差到嘅程度咧，佢而家佢想揾人入职都好困难，系咁大张旗鼓贴晒海报，周围又话招募警察。而家黄埔晋升啊！阿曹总，你唔使担心啊！
而家内部晋升督察啊，由原座级升上去啊。以前就分开喺出边招考嘅，而家唔使啦，出边搵个人里边升。但系几死啦！我睇完呢个警长之后，升咗职有压力，有压力就偷信用卡，系咪？有压力就影群底。唉，咁、啊、你升咗咁多原座级上去做督察级嗰阵时，咁佢哋咪有压力？有压力咪走去又偷嘢又犯罪咯？又唔系？但系我问题就系话，你有压力，佢犯罪。咁但系你本身系警，你警务人员其实系纪律部队嚟噶嘛？你作为纪律部队，你起码嘅自制能力系应该要有噶嘛？如果你不但止冇自制能力之余，你仲要用犯罪嚟去舒压嘅话，咁我觉得你系一个即系香港治安最大嘅隐患，系危害国安噶呢个系。我帮习近平主席担心啊！如果嗰个执法嘅人员变咗城管化咧？啊、大家就将呢啲嘅问题啊发泄喺呢个总书记身上。嗱，我好支持呢个咩爱国咩新教育价值观啊，呢个要爱国守法啊嘛。啊，杨润雄话要加入去啊嘛，上音乐堂都要灌输呢个爱国同守法啊嘛。我唔知点灌输啦，同埋体育堂点样灌输爱国，系咪净系可以打乒乓波咧？咁样嗱，呢个咁样嘅教育要由娃娃找起。但系你每一日我打开报纸睇到嘅新闻。而家唔系我哋市民辱警，系警察自我侮辱，日日喺度。唔系呢个咪就系叫做喂所谓嘅人必先自后自侮而后人侮之啊嘛。即系如果你形象差成咁啊，咁你唔好怪人哋去即系去点样去讲你是非啦，系咪啊？大佬，好似即系我又唔见佢哋抬枪出街嘅班友，如果有压力可以偷影裙底，可以偷信用卡买 iPhone。大佬佢抬住支枪啊，大佬。你话唔系香港恐袭最大危机？点解纪律部队净系辱你先，净系辱警先？又唔见有人辱消防员，又唔见有人辱惩教人员。喂，惩教人员啊，直情以前有部电影啊，喺度讲佢点样搞啲少年犯啦，点样虐待啲少年犯啦、啊？系咪啊？我哋睇《监狱风云》啊，阿张艳阳啊，系嘛？嗰个年代系啊，周润发嗰阵时已经辱紧惩教人员啦。系啊。系咪？张耀扬系咁打反，系啊。嗱，有部咁嘅电影走出嚟，社会上面跟唔跟啦？唔关事嘅，实最后咩电影同埋个现实，你电影就系电影，现实就现实。如果大家觉得有共鸣嘅，啲人就自然就会觉得有问题啦。警察，咁如果你都冇晒嘅，喂，而家市面上有冇一部电影系侮辱警务人员先冇啊嘛 ？TVB 不断咁又拍嗰啲即系嗰啲警匪片。不断咁样唱好，不过你又揾好揾唔揾揾杨明嗰啲人啫嘛，系咪？即系我觉得，即系杨明其实反而系辱警嘅，其实即系你揾一个咁样嘅人，咁样嘢嘅人去做警察系。咁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喂，你乜嘢你都话压力过大。喂，我睇下案情先啦。嗱，你话偷嘢都算，嗱，即系因为其实你话偷嘢压力大，所以真系偷嘢啦。然之后寻求即系生活上面嗰种刺激而麻醉你自己嗰种压力啦。呢啲唔系未试过有先例嘅，就算系演艺人员都试过有啦。即系譬如以前你话有林子祥啊咁样样啊，同埋唔知有个即系嗰啲咩名媛啊，我以前都听过啦呢啲嘢系。咁但系你点解会可以去偷信用卡，而有咁好心思去麦当劳试完先，然之后就喺度买 iPhone？ 哇！你做咁多嘢唔系压力咁简单噶、啊。你要有思考、有部署、有组织嘅、哦，吓、啊！如果你大压力，可以做埋咁多呢啲咁嘅嘢，工于心计，又偷人信用卡，然之后去买你自己嘅嘢。喂，大佬，我点知道你会唔会？我唔系嗱，其实讲真啦，嗱，因为以后咧，嗱，呢个我你唔好怪我去谂多咗啊。即系譬如你嘅安心出行，你最后尾如果你要追踪。嗰啲咁嘅確診人士嘅話咧，其實呢個最後尾都係要靠警察執法。如果警察聲譽咁差嘅時候咧，你唔怪人哋啦，唔怪香港人啦。係啊，以前試過嘅大佬，你街裏邊鬥人哋，截查啲女仔係啊，抄人截查啲女仔之後，然之後走去溝女、啊，打電話俾人哋，唔係打電話俾人 WhatsApp 俾人哋、啊。我琴日你即係見到位警察咧咁樣樣。以前咪就有个僆模踢爆咗咯，普通市民有试过。喂，大佬啊，
警察的形象差，是令到市民信不过警察，继而这个叫从而就对整个制度不信任。而最后尾，如果有一个警察他犯了个咁罪行，你唔同佢割席，你仲袒护佢，你仲系明日之星，你仲系明日警察嘅明日希望，仲有机会升职。犯啊，仲话呢个碌卡冒犯我，偷同事信用卡去买 iPhone 呢个仲话警察冒犯，即系你叫所有人。我想问杨润雄啊，我想问杨润雄系咪而家我哋一齐学警察去偷自己同事嘅信用卡去碌卡，成为先系冒犯？你谂下上次我哋讲上庭。个女督察去咗游船河，连控方都顶唔顺啦，外判大状都督佢出嚟话佢去咗游船河，警队可唔可以出嚟讲句嘢？俾法庭俾法官喺度闹，系咪？游船河大过天，你谂下几核突？你就而家话据说啊，话开多一个叫做助理警务处长嘅位置，专责公共事务嘛，提升处理公关啊嘛，升任呢个郭家全上去做嘛。我想话你开多20个位、30个位都冇用。当你的警队是腐败到成为一个烂仔集团的时候，你看到刚才那五单新闻，泊车打死人，虽然你说是退休警察，是吗？另外一个前高级督察就偷披萨，大佬106元，扑你个街。跟着一个偷信用卡，一个入去葵涌警署拍自己女同事的裙底， total 拍了9个，是吗？辩方求情，法庭应辩方求情判入劳教中心了。是啊，我想问这些是不是以后大家都有特权呢？警察拍裙底就不用坐监的，入劳教中心的、啊、市民拍裙底就要坐监的、不是拍裙底啊，就是你就算你的袋里面藏有索带啊，都可以判你几个月啊、半年啊，这样啊。你想想你萧泽言就出来说野猪事件、大家制造这个仇警情绪啊，别有用心、我想问萧、处长出来讲句话呢？11月29日同一日五单呢啲警察犯罪嘅新闻、有冇试过一个纪律部队或者政府嘅部门同一日有五个同事一起触犯刑事罪行被判刑？我想问，四单被判，一单就系、是、之前嗰日发生打死人，拆争车位打死人，大佬，你问呢个乜嘢社会嚟嘅？你话大陆成本衰，我想问一下。习主席我很担心，真的不是东澳的问题，不是说变种病毒冲击东澳，现在全城最执行的全城反恐里面，对我们的公共秩序威胁最大的人是什么呢？是拿着 MPK MP5K 在市区巡逻的人、大佬，你有没有看、在地铁站，在主题公园，全部用机场反恐特警周街行，现在在这里特登去 create 一个恐慌的气氛。在外国这些武装警察人家就只有低调的。好像耶路撒冷那样搞到。是啊，哇，现在耀武扬威说会有生化恐袭危机。刚刚我看一单新闻曹总小心，在尖沙咀海景家福酒店有市民拍到，就是这个叫做写着光 X 香 X 电线外露的可疑纸盒。然后没有警务人员处理，警察晚上回复查询的时候，原来今早联同尖沙咀区内部分酒店进行反恐演习。喂，我想问为什么第一会写光 X 向 X？ 是不是为什么不是同胞物近呢？1967年香港最大机会用炸弹来袭击警务人员的，甚至是炸死拆弹专家的，1967年通常写着同胞物近。第二，警察放低喺度冇人理。如果传媒唔系打电话去查询嘅话，基本上成件事大家就以为有光时嘅炸弹摆喺酒店嗰度。系夜晚黑先至回复。系咪？除咗高调走去巡视，就立住呢个这个机关枪周街行之外，而家你话香港点会堕落到咁嘅地步咧？真系。一路就话香港有恐袭危机，讲嚟讲去就系呢、这个刺警案一单，所以我就慢慢睇到个手法同新疆系一模一样。新疆如果出现咗呢啲嘅遗族嘅人袭击呢个公安啊等等之后咧，
就開始咧就係傳承反恐嘅模式。結果呢種傳承反恐嘅模式，刺激更加多嘅人咧製造衝突出嚟。嗱，乜你而家大佬神經質咁嘅喎？系啊，哇！又话会有生化袭击啊，又话当日要动员几多人去呢个票站啊，等等、啊。如果其实警方嘅评估咁大危机嘅话，咁点解又要？